们几个人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都快被阿尔法化了。我们怎么会忘了我聪明又厉害的哥哥呢？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很开心的。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情？你没事情是绝对不会这么夸我的。我这里有一个没有破译的密钥，需要哥哥你……懂了，拿来吧，让技术天才马特发光发热。对了，我刚刚听说热度全明星的选拔赛就要开始了，你最好去奇迹广场报道，等你们打完比赛回来就可以看结果了。你不打算参加一下试试吗？我还是不去丢人了。这种以个人名义参赛的比赛，就算选拔上了，结果不还是那些车神得到优胜？虽然刚刚听怪博士说穆尼克拉受伤可能参与不了了，那也还有三个车神，我可不想去自找没趣。热度全明星似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我还没见过几个车神都这么认真的准备。据说是由城市的管理者发起的。你们错过了开幕仪式。开幕仪式说，这座城市是使用连四大车厂都没有完全掌握的 Q-Speed 技术建立的。这些技术曾经属于圆周率，但是在四大车厂分裂的时候，很核心的一部分遗失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掌握着四大车厂和所有赛车手都梦寐以求的 Q-Speed 的核心技术。而且他在开幕时向所有赛车手宣布，只要能够赢得全明星，这个赛车手可以获得一个他想要的技术，或者圆周率的秘密档案。拥有了这些，甚至连四大车厂的地位都有可能撼动。是的，这也是所有车手都渴望获得全明星冠军的原因。比赛快要开始了，小橘子，别思考了。虽然只是初选赛，但是还不知道有多少狠角色被吸引过来了。圆周率的秘密档案里很可能有 Q-Speed 更多的线索，我们不能这么放过。
你们回来了。那当然，马特副手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？这诡秘药使用了18层加密，还用了最先进的量子算法，每层算法层层相扣。你们真是没耐心，里面是一个坐标。就一个坐标？你真的没把它弄坏？天地良心啊，你们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才把它解开？啊，知道了。这就是马特，连医生辛苦了都没人说。坐标就在这个城市里。对，没错，你们自己定位。反正我是你们用完就丢的工具人。我们怎么会丢下我精明能干的哥哥呢？我就说还是我妹妹对我好。哎，快走啊，我们出发。量子序列确认，功能启动。这里面怎么阴森森的？听说曾经就有一个小孩走进了一个实验室里，他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是做人体实验的。喂，小橘子，这种气氛你就别讲鬼故事了好不好？妈呀，鬼啊！什么人？站住！哥哥，你看着这里，我们去追。喂，别把我丢在这儿啊，我害怕。原籍之星。